五十五岁金曲歌后詹雅雯入行至今42年，去年证实罹帕金森氏症，今年诊断左脑有动脉瘤，每天吞进40颗药，深受病情所苦。当时手术住加护病房的她，因大量失血昏迷，在鬼门关前走一遭。所幸的是，她乐观面对，并积极把握剩下的时间。近期宣告要离台，想做什么要赶快去做，再等可能就没力气出门，就去日本流浪一个月吧。我的生命旅程，并喊话将分享沿路风光。粉丝也涌入线上祝福。詹雅雯虽深受疾病之苦，但也不时散发正能量。于彦启抗癌8年不幸病逝，他也沉淀后发文悼念，看到你勇敢的背影，默默地离去，一路好走，往生极乐，阿弥陀佛。